姚妈，我知影啦，你是真正对我足好诶。啊，不过我是无可能反背丢家。姚妈，歹势啦。小妈，你在创啥啊？小妈，那不是因为你是蔡良的查某囝，凭你啊要叫我小妈，你喊名啦！妈，你是安那？规天乌巴叫袂停，我的家母盆在哪个鬼涂骹，你又唔知影？你是廖尊公哦，迄张元勇真正专心专意爱你哦，伊爱恁爸爸的钱哦，比爱你较济啦。你是要欲讲啥？欧巴是真正最爱我，我不准你安尼欧巴讲。啊，你是真正唔知影讲，你甲张元勇是企业联姻哦。若不是因为我逼伊吼，干妈伊吼，伊连摸都无愿意给你摸一个啦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你真正是一个歹查某，我讨厌你。哎，小太阳哦，你哪会这么水？我是莹莹阿姨哦。哇，凯莉姐，这真正是人咧讲的，歹到处好顺。你的前男友若是知影小太阳这尔啊高追，一定是要来抢的吼。是啊，一种无良心的查甫人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小太阳，你赶紧好起来，爱来陪妈妈哦，妈妈足辛苦的呢。我。你家真正咧处理代志啊？已经不重要了。莹莹啊，啊你不是讲你想要啉手摇饮，我来买。啊，好，你去。好。你敢有感觉你对不起小太阳？假使讲你心内真正袂得过，那恁咱就把所有代志拢讲讲出来。你唔敢信，恁就过来。哎，你莫再冲动啊！讲是冲动，是你自头到尾拢无准备面对家己的心。你嘛莫搁伫我面头前讲你对不起谁啊！张云勇，你即摆放唔开啊？因为你即摆万一紧张骨成为小太阳啊，我嘛不说你。李文，我唔是迄意思，你听我讲啊！放手！伊哪会离开房间？迄张相片，伊应该是看到啊。